来，换上。我又不结婚，我穿这个干嘛？你要是不换，就光棍一辈子吧。哦，对，还有裤子。哎。你是打算介绍我去卖保险吗？你先拿到高中毕业证再说吧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帮你，袖子稍微拿出来一点。啊，哎呦，都感觉到袜子里去了。来，看看后边啊。哎，不错，还是遗传了一点我幼良的基因啊。哎，你占便宜成习惯了是吧？是吧？简洋洋呢，喜欢音乐，这叫精准打击。人我已经帮你约好了，到时候音乐一上，气氛才上，你就上。上？上哪儿去啊？上去表白呀。你又搞什么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剩下就靠你了。我上个厕所。哎，哎，你最近消遣我上瘾是吧？在这儿见面啊？不，我，你这身衣服是要去卖保险？啊，那个，你不是喜欢音乐吗？我特意买的，就当是请你陪我补过生日吧。江云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这么整我？没准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呢。听这个还不如听卢老师上课呢。行了，今天杨姐带你长长见识，走。啊？嗯？上次来没要检票啊？谢谢。咱俩这事应该进不去了吧？那要不然算了。跟我来。干嘛去？票呢？票呢？慢点。票。其实，
走走走，快！来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他到底是怎么了？刚才还没事。过敏。师傅，你能不能再开快点？他要死了。好，好嘞。最近的应该是友谊医院，电话是328567，赶紧给他们打电话，说有个病人急性过敏，让他们赶紧准备急救。快点啊！哎，别挠！哎，江远，别挠！喂，你好，是友谊医院吗？我这有一个病人，他急性过敏。急性过敏，啊，对对对，我们还要15分钟。十五分钟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江宇。他真没事吧？别担心，哇塞，他不会有事。师傅，开快点。哎哎，得嘞。没事。